在世的时候多爱多做，然后离开的时候，我觉得哭天抢地的时代已经过了，就是笑着送吧。我认为的孝顺应该是不让长辈，尤其是父母亲担忧，不是说顺着他们的意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，而是不让他们担心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就是把自己家庭顾好，把工作做好。因为我也是已经为人父了，已经不再纯粹是一个儿子的角色，那么父母亲当然就是当然会希望我能够把家庭照顾好，诚如他们当年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，让我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家庭环境之下长大。家里是永远的避风港，我爸以前跟我说过，他说家里不差一双筷子，就是说如果你在外面不如意的时候，反正家里不缺这一副碗筷，你随时回来吃饭就行。他就是让我知道，一份我在外面闯荡受了满身伤，我回头总是有个避风港，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。我觉得我还蛮努力不让父母担心，虽然在求学过程当中难免会让他们担心课业啊，担心好像有点叛逆这样。其实我父母现在算蛮开明，但我在求学念书，就是中学大学那一段时间，还有退伍前后，我其实都还是蛮处于在外面江湖走跳型的。他们就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不回家，所以不回家不是你不回家睡，而是不回家休息，而是这小孩子的心就已经在外面了。他们有点怕他们会失去对我的掌握，不是掌控，是掌握。然后慢慢长大之后，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之后，就不让父母亲这么担心。其实我觉得我是蛮会忍的，他们也蛮能忍，因为我个性蛮强悍，就是一旦我个性我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，我父母亲就会选择退让，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我有能力可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。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应该不至于会让他们伤心失望，除了他们从小希望我读建中台大医学院，我爸就是希望我建中台大，没有别的选项。那在你要踏入演艺圈的时候，爸爸有没有支持？他没有很支持，但也没有反对，他一直觉得玩票 OK，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了，而且我传播本来的志向就是记者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你就那个玩票就好了，拍拍广告这样 OK 就好，不要把它当真这样。你自己觉得说让父母最曾经感到最骄傲的一刻？我觉得35岁之后吧，就10年前这样，就是因为我10年前算是工作比较稳定，然后有一些作品大家耳熟能详嘛，那可能在会变成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哦，谈话的一个资料，所以我父母亲会觉得蛮骄傲的，他们常常挂在嘴边说他们很欣慰，而且很骄傲。他两个儿子，因为我哥是室内设计师，然后我工作上也小有成就，我两个儿子似乎都还混得不错，所以他很心满意足。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听到这个红的话，现在是希望他们就是身体健康啦，因为其实红字难免啦，已经70多岁了，你只能期待他们心情越来越舒坦，然后越来越跟自然合二为一，就免于过多的忧虑。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忧虑也一直增加，因为我们自己红字也变多了，然后小孩也长大，然后看到父母亲衰老，自己掐指一算，不过能有健康的日子再过10年，我已经觉得是老天保佑。成家立业之后，这10多年来基本上都开枝散叶，所以我们其实彼此很尊重彼此的空间。就我父母亲这一点，我觉得蛮好的，他不会去过度干涉你的生活，他们比较不想打扰，他们个性是这样，那我们个性也是这样，我们都尊重每个个体。那会不会这样会反而会担心说，他们会不会就是自己生活的时候，万一有什么这个？我有跟他们说过这个问题，他们有说哎，讲也没用，你人又不在，我就会变成是说时不时的问一下，我也会跟他们说有任何事情都要提出来，大家要一起解决。我是尽量理解父母亲的需求啦，而且我基本上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。我爸爸就是说你们身体一定要顾好，小孩要让他们长大，就我们把自己顾好，把小孩照顾好，就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孝道了。现在搬到乡下住了，所以物质上面的需求就自然减少，但我们还是每个月会给孝亲费用。那我妈也说，你给的钱都是存起来，
以后也是你们的。那偶尔我们带他，比方像出国，或者是特殊的日子，带两老去吃个大餐。其实他们也吃不了什么了，但他们就会爱很开心这样。我在刚上礼拜才回来，所以我带我父母亲、全家人、全家还有我哥一家人，然后我们就开车从东京开到富士山，我再开车载我爸妈到横滨，然后再从横滨开车到东京。其他时间都是搭地铁，因为我本来有说要不要请司机，然后我爸还记得疫情前他还是跟我们这样子拖行李，他说很难忘，蛮怀念三年多前的一种感觉。我蛮开心的，就是父母亲还能走动，说白一点就是只会递减的次数只会递减，那么就趁他们还能够走动的时候就多走多陪伴。那你也会去想象自己那个将来老了女儿怎么做，就女儿怎么做对你来讲才是孝顺？我期待她过她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她还是我唯一的孩子嘛，我不会像我父母亲以前对我的要求说一定要干嘛干嘛，我就希望她把人生过得快乐，懂得自己要什么。那我也常常在想说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兴起以后，我也再也不能教小孩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们一定比我清楚。我觉得再过几年我的孩子根本就不需要我，那我唯一能够不能被取代就是我的血脉，就是我的这一份爱跟我的角色是父亲。所以你说至于未来怎么样，就期待他爱我，因为爱这东西是没办法用科技取代，那他只要爱我，他就是会尽孝，他就会知道我的需求，他只要爱我，他就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，就可以观察到父母的需求。对，然后给予需求，就是在世的时候多爱多做，你对你的周遭所有你觉得值得爱的人都要爱他们，父母小孩当然是首选。然后离开的时候，我觉得哭天抢地的时代已经过了，就是笑着送吧。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开心，就好像我们迎接新生命一样。另外一个生命离开了，有人把你接引到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上天堂，那个是极值得喜悦的事情。当然当下遇到的时候一定会很震惊，但是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有一天这个一天一定会到。你会跟父母聊到这些？最近有开始聊，就他们大概70岁左右就开始聊，但我妈比较会聊，我爸还是比较保守，比较避谈这个事情。妈妈会聊，是会聊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她大概就说她希望树葬啦，他们说你弄个牌位，我也是让子孙觉得挂碍而已。我说好啊，很好啊，因为以前的我可能说，你不要讲这个啦，不吉利。我现在会觉得说，很好。你跟我讲 ，OK。我对于生死议题在聊的时候，还蛮比较相对比较豁达。那这里其实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孝道的表现，因为我愿意往他们的心里奔去，就是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我往那个地方走。爱的宝贝，有一种关心默默